哦哟，左耳才好大哦，看到看到要起抬抬了。今天呢，看你去卖了，太多了吃不进，你看嘛。哦哟，你看嘛，翻起好多耳，跟你们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嘛，弄大一窝。你看这个耳呢，翻得好。哎呀。哎呀，浮得好宽，两窝就差不多一倍了。那这窝都有点长太了，整个大白菜。哎，你喊我卖回头噻，这个东西还是卖出了个。哎，有人爱吃白菜嘛，他就卖噻。嗯。你不爱吃的，你送给你，你都不要。就是这个又可得。有点牙眼儿了，和妹妹要点。走了，没逃荒的了。看到后来没有落雨，半截落雨还把那个卖了，卖起好一点。那你看卖好多算好不？要带我不求。那天要卖好多吧？那天卖毛五角。五角，一块钱斤都卖不起。快营养又走球了。那也咋不算了？哎，小人家老快打死了，那打走。要得。那天我打了，哎。哟、哦，我白菜都不简单哦，学头头了都。白菜五角都要卖，要卖吗？全部要哈。啊，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我懒几的，我一千块用了懒得的。哦。那我没得用。哦，那种烟头，种药材安逸得很。我抓到了。多少钱包？快五吧。哪样半截的？哪个说要我？你看，没吃那个。他多斤半斤？十多斤。十一斤啊？十一斤。十一斤，这一个花卷二两，还有四两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哦，一个二十斤了嘛？那从我算到。三十斤的噻，三十斤了，七块钱，十二斤，十二十二斤，哎，十二十二斤，十二斤，别管。有三斤一斤，两斤多好多哦。两斤，那会儿毛就三块钱买不到。我买了毛，我一下就了。干啥？三斤的十二斤。十二、十三、十五斤。十五斤，这些五块，那五块五，七块五，是吧？这不就改变？看看一下，我眼睛不好，我看不到。看得到，嗯。有我这我还得有钱。我们前天我说那些小当白，我们前天我说给你记下。这是遇到买久了，一下就买完了。那遇到买多多嘛，拍手都没影响的。不落雨了就好了，落雨马上打浇似的。两样半截的，好好。那时候我拍菜要烧几酒，原来本来都吃不了。来包。啊。海参五角，五块钱。我找哪个？有够不着跑我，哎呀，我的天呀，
再放你。不得了，我有个皮的。块钱一斤卖贵了没有嘛？贵一点好贵，便宜一点好便宜。他妈斤都赚不出来。有微信没得？有。我口才中了都。发现嘛，他口袋小了装不到。我找那么轻点了，好穷苦，哎呀，好重了。去年差低点儿，差一样都差不多。3.5就行，3.5不好打，1.5啊。啊。背都难得背啊。背。说老实话。嗯。那不就来了？1.5这个。哦。没得。发微信，谢谢哈。嗯。人得很。就是这种吗？啊。拿了吗？你好，姐装。我也光不能干了。10块钱，吃得过，你几大瓶碗，半斤都旺旺子的。多少？半斤10块钱。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啊。哦，没点你了嘛？你管工作了吗？干脆不要做得了，你老往年纪了。你还赚了没有？你还弄咖啡？你还些地赚了没有嘛？吃两个的也吃不了，好冷。走路，哎，要冷得很，那凉了哇，多了车过去了。这个给站一下。老头不，你都站一下，我快走路不卖了。哎呀，我站太硬，这个，哎呀，不能进喽。哪个？购物市场嘛，是的。是2块嘛，就3毛，上去把市场涨，涨下市场。啊？三你上去不到。上不到。70块，不对，那天的边壳是12。那老猪才卖完了。我讲你啊，一下都一块五。今天鱼都煮死了哈。他想活，不要他卖好钱。啊，那菜量多得很，一万多我那些的了，都大堆钱。这一点多少还没完这个。嗯。伢白菜也要。那现在卖到嘛，有2.8块，3块钱，每米把卖到1块钱。嗯。卖到3吧，还2.8。去卖点菜要得，当赚的好得。就是，那会儿每天都去。